来看一个生两个消息，南投的埔里竹仔山社区有一座友善的鸡寮，用的是有机食物饲只的鸡。日照中心这时段，大家拢会替这生两个掠铃，而且这鸡呢，敢若已经惯习啊。这时段呐，靠这椅啊，鸡就自动跳起哩，这个椅啊顶享受掠铃服务。啊，这款有机台牛或者四十九只鸡呢，差不多大家拢会生两，而且价钱比市面上的要搁较俗。轻轻啊，靠椅啊，鸡啊得跳起来，所以许多人得跟龟辛苦力啊灵。按摩你一卡通都会跳起来。会啦，会啦。第二天下山，鸡仔得家己跳落去换后一只，轮流 massage。跳起来，这个椅顶互我甲按摩，啊按摩了会舒服一瞬，啊就啪啪啪个，就表示讲我有到。都得到咱人的照顾。这是南投埔里竹仔山社区的友善鸡寮，四十九只两家，由日照中心的士大人，逐天给因掠铃服务。这个是菜园啊内底有机菜色，内底会用较高生卵，士大人逐天伫咧遮拼动环境运动，心情嘛对咧欢喜。在这个地方能够跟鸡互动，因为鸡它有这智商有七岁的智商，介于猫跟狗之间，所以它跟长辈可以有非常好的互动。负责人讲，有时大人用心照顾，鸡条一公会当生超四十个粒卵，全部小小啊卖予社区民众。若未受到这波欠卵影响，含市面上十粒200块来比，友善鸡条生出来卵十粒100亿，会当讲是天然健康，大碗个满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